不知伯牙大人现在是否愿意陪我喝一杯青梅樱花酒？起初我并不明白，但现在我终于懂了。秦明，万一遇到危险就喊我一声。若你遇到危险也喊你一声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请求知己同路行。你失去意识我保护不了你。我相信你，让我做你的侍神。